橙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视觉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，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，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，转身依然是你。听我激情诉说Love baby， 只对你说 Wait a more，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？如果勇敢，能不能给人片刻把握，让幸福降落？听你轻轻地说 I'm not at my， 只对你说 Hold me tight，心动是会沉默，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。Had I the heavens embroidered cloth, and wrought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, the blue and the dim, and the dark cloth of night and light and the half light.I will spread a cloth under your feet.想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？先把衣服穿好。哦，好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某人昨晚喝得烂醉如泥，我想你也不想让李奶奶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。那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本来是要走的，但某人死死拽着我不让我走啊。觉得我会信吗？我拽着你就不走吗？那你睡在哪儿啊？沙发。不仅不让我走，还跟我说什么？说……算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，我不会信的。我酒品很好的，少诈我。是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在孙有为的酒局上喝醉了，还耍酒疯呢。
真的不想知道你自己昨天晚上说了什么话。行，那你说说，我说什么了？你昨天晚上抱着我又哭又闹，说后悔当年跟我提分手，还求我原谅你，找我复合。紧张了？小雨成，别小骗我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听听。小雨成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跟你分手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谢谢。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原来你一直都是爱我的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啊！少来！这个肯定是合成的。让机器开口说话，让机器说任何人的话，让任何人说任何话。你们研发室的小马跟我说过，现在语义的人工语音智能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。小雨成，骗子。他，声音可以模仿，但这么充沛的感情，他怎么合成啊？对不对？不对。我要是喝醉了，说话一定是大舌头，不可能说话这么清楚。少骗我！你居然这么快被你拆穿了，我还以为能多坚持一会儿呢。快把录音删了。小雨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陪着我，安慰我，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也谢谢你一直容忍我这段时间的冷漠、拒绝还有无理取闹。其实当年分手的时候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小雨成，我先去公司了，纪录片拍摄要补镜头。喂，我是老朱，还记得吧？老朱，今天晚上我约了你们几个同学来我饭馆聚一下。哦，你有时间吗？肖一成他去吗？那我去。
明天休息一下。好。刚刚老朱给我打电话，说想邀请当年的一些老朋友聚聚。刚入学那会儿，他也刚开店，我们算是一起经历了创业初期。那下午我有个采访，结束后跟你会合。好。这是我老婆那儿最好看的衣服。你这上菜的时候啊，得先跳一段。哎，那我不行，要跳一段。哎，小肖，小肖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叔，你这发福速度这么快啊？哎呀，岁月催人老嘛。叔，啊，你是怎么把他给弄过来的？还用得着弄吗？他听说你来了，他就来了。老朱，哟，好久不见啊！陈大美女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呵。一点没变啊，你倒是变了很多，我差点都没敢认。岁月催人老啊。一成，早知道我今天采访结束了这么早，我该去公司接你的。哎，你现在到底跟谁在一块儿？人都到齐了，哎，请吧，请吧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好了，大家都到齐了啊！哎呀，这些年除了我以外，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嘛啊！一别多年，大家别来无恙啊！陈潇，几年不见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。你的公众号啊，我每篇都有看，头条女王啊。感谢捧场，这是王记的咸宁漆。哦，对，老朱家的小菜配上王记的咸宁漆，那简直是绝配。没错，这是陈潇之前给大家点的啊。哦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凯文、丽雅，你们学校法律系的，结婚好几年了吧？对啊。孩子上幼儿园了？对啊。肖一成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以前打过几次篮球赛。篮板王凯文，当然记得。这是小刘和娇娇，土木工程系的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你说。哎，我记得之前经常在这里遇到你们的。嗯，对。对，几个月了？34周了。我原本让他在家里待着，就别出来了。可他非要来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这行。哎，这是计算机系的邹小雨，这是新闻系的夏明。哎，我听说啊。我们新闻系的才子夏明，当年为了追你，那可是费尽了心思。哪有？哎，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这是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吧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也太逊了。就是。这两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啊？计算机系肖一成，放着全校爱慕他的女生不理，偏偏被隔壁学校的林夕给拐走了。哎呀，你俩当年在一起的时候。海江大学的女生也都红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哎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是啊，还没。是不是你没求婚呀、啊？哎，林夕，他如果求婚不浪漫的话，你可不能答应他啊。哎，我有好东西给大家啊。什么呀？哎，来喽！喜糖。这是谁的喜糖？我的还是谁的？你呢？啊，对，上周刚结婚。你之前跟我说你是不婚主义吗？哎，那是之前嘛。我记得当时大一有个女生追他，从大一到研二，他都誓死不从啊。哎，我很好奇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生才能让他收心啊？对，我也好奇。喜糖都堵不住你的嘴。那当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了，老婆。来，老婆，来来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老婆阿诗玛。哎呦，老朱，想不到你个大老粗居然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老朱，你福气真好，恭喜你们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老婆坐。
阿诗玛是我的初恋。我这几年待在云南就是为了挽回她。说到这里你可得跟大家好好说说。是那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我和阿诗玛是在大学里分了手，当时都怪我要面子不肯服软，直到前几年出了一次车祸。现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大难不死。但是在我昏迷的瞬间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见他，所以我出了院以后就把这个店交给我妹妹打理，直接追到腾冲去了。哇，太浪漫了。那大家你们先玩，我去做菜啊。好好好，辛苦了。哎哎，别忘了那个溜肥肠啊，他们这几个都喜欢吃。对对对，辛苦了。哎，那这么多年你也没想过说跟别人在一起啊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么些年自己在坚守什么，也许喜欢他本身就是一种坚守吧。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害怕呀，我怕他结婚了，我怕他忘了。今天叫大家来呢，一是想和大家聚一聚，第二，我准备结束这个店铺，和阿诗玛回腾冲。不打算再回来了？下海很好，灯红酒绿，摩登时尚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只想和阿诗玛过悠闲的小日子。来，我和阿诗玛以咸宁七代酒祝福已经结婚的珍重婚姻，白首不离；祝福还没有结婚的珍惜眼前人。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干杯！感谢有你们陪伴的那些日子。好呀好呀，来来来，来我们到后面去开，来来来，服务员，来相机拿过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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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过来，来来，那我俩站中间了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孕妇来了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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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。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不借了，就在这说吧。我去前面等你。哎，我可不想一会儿再给你解释一遍。萧一成，我在你心里就真的没有存在过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到底输在哪里？林夕他在业界的口碑有多差，你知道吗？干哥哥、干弟弟认了一堆。你真的相信他和那些男人只是纯友谊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所喜欢的，只不过是这八年的执念而已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对这份感情就是执念。八年前的你，或许只要爱情就够了，但现在的你有羽翼，我。可以倾尽所有的媒体资源来帮你。一成，你真的不考虑我吗？芷江，如果一个人因为事业成功而选择了自己不爱的女人，你还会喜欢她吗？我会。你绝对不会。萧一成，
会让你后悔的。我真有他说的那么差劲吗？你比他说的更差劲。那，你为什么还要见我？你说呢？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当年跟你分手，我没有说实话。当时，我拿到了华盛的 offer。你是怕告诉了我，我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耽误我的前途。但你又不愿意放弃你的梦想。李雪，那你这个理由跟当年你跟我分手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你需要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好，那我换一个问题。如果回到八年前，你还会跟我分手吗？会，因为你爱的就是那样的。到哪里？心。
我出门了。第一次约会你就给我迟到，我到了。啊，一楼中庭。我也在一楼中庭呢。我在福利口等你。我到了。我都看到你了，快出来，别躲了。我没躲啊，我就在福利口。装，你在装。你快出来，到底在哪儿啊？以前就喜欢躲在角落里面，突然出来吓我。我没有，你在哪儿啊？李浩哲小朋友，请到。你是在世贸吗？我在世贸啊。我也在世贸啊，烟雾西路的世贸。请到一楼。你等我，马上到啊。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，急，我以为是下河路那个世贸。哎，肖先生，你忘记了，我们之前约好的新的世贸一开张，我们就要过来的。哎，你这个记到挺熟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第一站干什么？啊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是等我安排吧？我做的是那边的攻略，我这边第一次来，我也不知道。跟我走吧。好。橙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是指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，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，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，转身依然是你。听我激情诉说 Love baby 只对你说 Wait a more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，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花火，让幸福降落。听你轻轻地说，我那大妈只对我说 Hold me tight make me smile 填满我的漂泊，日出日落，如果心动是会给什么，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。这个电影我好像看过了。吃吧。啊，妈妈你好可爱的羊驼。哇，羊驼。哎，哇，羊驼，我第一次见羊驼本驼。羊驼，哦，好软呀，羊驼。给你拍照。啊！它舔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看这。羊驼。来。羊驼，你饿了吗？啊！好可爱呀！拍了吗？拍了。你来，我不用了。你摸一下嘛。不是，好久没洗澡了，我觉得有点脏。没有，弄我一身毛。很乖、啊。不用，真不用。
好了没有啊？口水，好了，擦干净了吗？干了，好了，没了。说羊驼的坏话，所以羊驼才生气，才吐他口水的。不要这么说，你要有礼貌。来，干，去干。怎么办啊，小一成，衣服也臭臭的，脸也臭臭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干什么呢？你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又来这儿了？这可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当然记得啦。哎，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？同学，我这里呢有一款茶树黑面膜，不仅可以吸附油脂，还可以溶解黑头，5片起效，20片帮你终生无黑头。可以啊，你都记得。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做什么？哎，我真的记不太清，但是我就记得我脑子里啊只有一个想法。就是我必须拿到你的手枪。哦，所以你当时说什么？要是还想再买的话，怎么联系你？都是套路。是啊，是套路。那我现在不是被你套得死死的？哎，对了，咱俩第一次是不是在这儿啊？不是。不是吗？在操场。哦，这么重要的剧情，那怎么能没有呢？不行，得补上。同学，你不是我们系的吧？以后有事儿找我。方便加你微信吗？老师，有人打扰我们听课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老师，您误会了。老师，你这平时分是不想要了是吧？没有。那个前面那个女孩，你说一说她有没有影响课堂啊？他刚刚是跟我说话了，但他是在问我问题，没有影响我上课。好了，请同学们带好书本，我们去旁边进行实践课啊。我第一次做能做成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吗？干嘛呀？
行吧，那我承认，今天约会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败。就那么一点点吗？就一点点。不过这个礼物我还是很喜欢的。是吗？夏雨辰。嗯。虽然8年过去了，我们两个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改变，但是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磨。来日方长。要回家吧。哦，我要去公司处理点事情，去雨衣。那我陪你。嗯嗯。你这样像不像三师弟？一见对的人，会停下脚步等一等。师姐，你不走吗？你们先走吧。师姐，拜拜。师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参与或退出你人生，有幸共有这过程，你我的故事也还算完整。文件发到你邮箱里了，有些东西得调整一下。嗯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什么意思呀？刚刚那一幕，看你需要的程度，看你需要喝到第几杯。你觉得我刚才那一幕难过了，伤心了？是或不是，我不感兴趣。你觉得这种消愁有用吗？有。也没有。怎么说？这样的酒我曾经连续喝了3个月。是因为皮特爸爸？要不要试一下？童心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你说。一个你很爱的人，他并不爱你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觉得啊，你还没到爱的程度，还差了那么一点儿，刚刚存在于喜欢或者说是欣赏。你觉得呢？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呢？
我当时不是简单的爱和不爱，是曾经两个人明明很相爱，但他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抽身而退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我会怀疑曾经的一切是真实存在过的吗？那三个月我没醒过，只有看到 Peter 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为了 Peter， 我必须好好活下去。那你现在还酗酒吗？现在喝酒的感觉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啊！那个时候是借酒消愁，现在更多是为了高兴的事儿，小酌。行。祝贺你走出来了，谢谢弟弟。嗯，别难过，时间嘛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我们大部分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走出来。哎，你说的道理吧我都懂，可是吧，可是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。姨奶奶前两天跟我说了，她觉得我吧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爱上过林夕。你看，我们说的一样。果然还是你们比我看得明白。哎，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竟然觉得他们两个很配，很合适，是不是很奇怪，很荒谬？嗯，一个我最讨厌的人，和一个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我竟然不生气也不难过，我都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。唉，怎么说呢？林夕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女生。在我之前的人生当中呢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生。嗯，说实话，如果当时没有萧逸成的出现，我应该会跟她成为非常好的哥们吧。来，敬你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内心。我们都找到了。世界上，让心跳比阳光明亮。哦哦哦，笑一笑，把衣柜翻过，闹一闹，没道理可讲。美丽的未来别想象。从什么时候好像再无法移开的目光，在那一秒眼神聚光，你笑着。擦肩的人啊，我曾爱过。
记得。